8000%。 哦， 真危险。 20， OK， 好，谢谢。 女工桑尼一号，女工桑尼一号。哦，这次没有拉进去。 Mark 的那个后退的贝尔做得很好，没有停止的一天，拿回所有的 percent。 被平了，完蛋！哇，可惜啊。KEEEVIN 看得很准哦，不让他有机会用。 双方都在试探对方会不会过度的突入，拿到一个 four two， 一个 dash attack 把比数追平。 划算哦，屁股扒开，边掉出来。哦，没有。刚刚那边如果中了一个，可能就会收命哦。那种内尔费尔接 bouncing fish。 可能没有 bouncing fish 啦，贝尔的话。好，比数，哇，拿到一个漂亮的贝尔。
下个月开始这张图就不能选了，是大家最后一次享受这张图。哦，贝尔吗？哦，这个很漂亮 ，Sparkle 的回场。因为刚已经没有保护正面的方式了，贝尔太慢，只剩下前逼。那如果被抓到个贝尔，就直接死了。哦，下来。追踪光线。哦，有了，但是没有死。Still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。进得去吗？这个 dash 太拼了，没有一个破绽硬放。哦，真危险 ！Mark 现在，哦呦，刚刚那个技能好像死了，没有抓那个空闪。Mark 现在大不妙，受不了，这一边又放了一个过度的长球的 dash attack， 好，这个就没有，这个是抓着地。掉了一些 momentum， 刚刚应该带下去的，我觉得。刚刚那边其实 KEEEVIN 超不利。啊，领先一整命。能拿多少趴呢？很危险。我好需要一下重的，有拿到一个重的，哦，很危险，哦丢，
哦，刚那个是位置是其实，哦，后脑勺，不敢乱动啊，拿回很多趴，很多趴。我现在很难讲了 ，Kevin 连续中了几下非常非常痛的招式。好，谢谢。哇 ，Kevin 不小心掉下去，给了个前逼的那个逆转前逼。哎，张尼20吗？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